前面这个人有点像杨幂。Hello， 已经在拍了吗？拍了。在拍了。看起来很像跟我现在拍照的景象，超可爱的。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？我现在在纽约，我在干什么呢？我在来了十分钟，看一下我们大纽约是什么样子，比如我们大纽约，他们大纽约之间。好，这边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谢谢，我们纽约已经介绍完了，就这样。把你捧在手上，来，是好不唱歌的。把你捧在手上。